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axonary 大设计。现在大家住得越来越高，擦窗的风险也是直线上升，不恐高的人也未必敢擦，这时就需要机器人为我们代劳了。这款抹布机器人 Hobot 188就能吸在窗户上爬来爬去，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，小鸟都会不小心撞上来。从洗衣机、洗碗机到扫地机器人，人类是越来越懒了，现在擦窗户也可以丢给机器人做了。Hobot 188就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，它的脚就是两块包裹着抹布的真空吸盘，在玻璃上爬过就清理干净了。它能自动分析窗户大小，并规划最高效的清洁路径，也可以通过遥控器直接操控它移动，不必担心它会掉下去。它的真空吸附力有56千帕，能承受25千克的垂直重力，紧紧地吸在玻璃上，一旦电量不足，它就会亮红灯警告。此外还内建了不断电系统，意外断电时还能保持吸附20分钟。不过为了防止天降冰雹这样的意外，它也有一根安全绳连接，以防不测。当然除了清洁窗户，其他光滑的东西它也能清洁，像是茶几桌子、瓷砖地板、天花板等等，再也不用拿个抹布自己动手擦了，它自己就能爬去清洁干净。虽然速度上每平米清洁平均需要4分钟，不过反正不用人力，让它自己做去吧。想想家里一年也擦不了几次窗户，再想想钱包，算了，还是脏着吧。视频元素来自 Hobot Tech， 由 Maxonary 创意公园剪辑制作，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ary 创意公园。